Hello，大家好，欢迎到 KX 看股。今天是2月10号啊，说 market 很强哦，说我们昨天已经看了哦，觉得这几天 market 这个金虎来送金啊，送红包啦、啊，说 market 真的很强，今天继续涨10多点啊，继续冲啊，说我们抓的股大很多都有啊，我们讲的股很多都有继续上了啊，我们的飞天股继续飞了啊，都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哦，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哦，OK，我们看一看免救声明先啊。请注意，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出于娱乐目的。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投资建议。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我不会担任何责任。OK，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啊，中资股反弹了，终于都反弹了啊，等了很久了啊，等了很久啊，价钱那个油，中油价钱开始要跌，它才反弹啊。OK，不用紧，KOCI 哇，看到最美啊，KOCI 啊，看到都很高兴啊。OK，我们看一看国际线。OK，今天 KOCI 收在1570啊，超高118.59点啊，上了1.1988%，OK，很美。啊，新加坡上了0.284%，啊，香港上了0.38%，啊，韩国上了0.111%，日本上了0.421%，泰国掉了0.126%，菲律宾掉了0.930%，中国 FTSE 掉了0.073%，中国 SSE 上了0.171%，中国 SSE 上了掉了0.733%，澳洲上了0.278%，印尼掉了0.160%。纽西兰掉了0.168%，台湾上了1.026%，印度 Nifty 上了0.757%。OK 呢，亚洲还不错，今年呢、啊、还有很多很多是上的和、有几个是下啦，只是中国不是很好啦。中国啊，那天开始有涨，然后继续就慢慢滑下去了。中国不是很，暂时不是很好了啊，还是不是很好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跌了啊。我们看欧洲啊，英国0.133上一点点，德国 DAX 上了0.331，也是一点点啊。看美国反弹啊，Dow Jones 0.861上，NYSE 上了1.281，S&P 上了1.452，Nasdaq 上了2.085啦，说还暂时收一收先那些啊，科技股有可能还能继续反弹哦。现在美国 CPI numbers 啊要出来了啦，那个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的 report 今年要出来了。如果那个 CPI number 太高嘞，对这些就有危险了。对股市，如果那个 CPI number 没有太夸张的话，这些还有机会反弹啊。说今天晚上很重要啊。Palm oil 5500啊，中油5500掉下来了啦，从5700、5800，中油股才起啊，现在啊，突然间，OK。5400以上还是不错了哈，我觉得那天我会讲，我讲哦，它应该能撑在5400、5500左右的，它跌下来哈，因为我觉得那天5800是超高了啊，5700、5800是顶标了，它应该会调整一轮，它应该能守在5400、5500，它不能守5400、5500，你就很小心了，中油股很小心，它能守5400、5500上面应该是没问题，中油股还应该还可以站得稳，Brent Oil 92.02。90说差不多在90这边的油了啊，没有什么大涨啊。金继续上啊，说金1832，银23.33，说金又上，股市又上，美国说这个有一点不对劲了啊，说其中一个会掰了啊，看其中一个了啊，不可以，通常 market risk on 跟 risk off 呢，一定有一个上一个下的，说两个都上，现在说 market 有一个有可能一个会跌下来了啊，说要小心啊。看 KOCI 大涨啊！那天我们讲哦，它这边突破应该1567没问题，应该能到今天的到给你看了。所以1567它再能涨，它如果它再冲呢，下一个就是这条通道的压力
可能会压它下来，压它下来，我们就要看它能不能反弹。OK，能反弹，可能千六都有机会。哦，突破千六嘞，我就觉得没有这样快吧。至少我觉得它会在这个1525上面上班啊，上这边上面跑。我觉得了啊，它不应该不会掉回下来了了啊，冬天应该是过了了啊。OK，so 啊，我们看一看板块啊，今天。情绪59不错，上升股567，下跌股399，交易量3.197还 OK，上了18.59点，1.208先收在1570，很强势 market。你看早上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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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午休息过后也是再冲冲冲冲冲，这 market 是很强啊。今天是星期四哦，market 还是这样子冲哦，明天星期五应该可能会调整一下了。OK。消费上了0.4，也说消费有压力啦。Omicron 来了20,00019,000了啊，今天啊，COVID 说、这个有一点压力了啊。OK，industry 这个继续上，说我们是看好这个哦，我们一路来是看好这个工业，说工业继续上0.98，建筑还没醒0.39跌，科技今天小反弹1.32，金融也是我们看好的，继续上1.05，金融呢哦要。收一点，这些长期的、有机会复苏股，房产上了0.45哦，这个 plantation 啊，今天啊，种植上了3.06点，让我们看看，REIT 掉了0.38，能源掉了0.08，healthcare 上了0.26，这个医疗，电信上了0.44，运输上了0.10，水电 gas utility 掉了0.37了，OK。今天 Facebook 就没有 post 啊，记得要开比特币 account，要开这个加密货币 account 啊，click 我这个 Luno 啊，你可以拿到25零级的 Bitcoin 啊，好像是25零级啊，如果你用我这个连接进去，你可以免费拿到好像是25零级的 Bitcoin 啊，OK，用我的连接啊，还有要开 CGSME 啊，现在有优待啊，你开户口啊，手续费不用给，然后还有reward，还有可能可以赢大奖，可以赢 iPhone 啊，记得哦，要按我这个这个 form 啊，然后填上那个 form 就可以了啊。OK，今天有视频啊，早上啊，早上我有讲蛮多的股哦，早盘哦有讲早盘，所以记得要看一看哦。今天要请我喝咖啡，记得去 coffee.com trading with KS 啊。OK，今天我们看看新闻哦，新闻呢，这个 Scientech 呢，阿芬觉得他的这个什么啊，他的这个 turnover 啊，turnover，他的这个。销售额，它的应该是它的销售了哈，应该会继续上到去6个 billion 了啊。OK，turnover，revenue，收入啊，看错了，收入啊会去到6个 billion 啊，觉得它到2024年会去到6个 billion，所以他对它很乐观了啊。然后给 buy call 啊，OK 给 buy call 啊，5.20了啊，5.20，看一看 Index 啊。Index 4731哦，现在它慢慢的反弹啊，慢慢跌下来，通道跌破通道了，哦，but 如果它能进回去通道嘞，这个就是一个假突破，就是很强要回去。OK，阿芬给5.2，TA 给5.05，我们要等它回去通道先啊。4.66，你看4.66，它突破4.66可能有机会了啊，看突破4.66可能有机会，哦，或者放一个 alarm 啦，放一个 alarm，entering channel OK，它进回去那个 channel 里面，我们就要看了。Index 哦，OK，可以试 Index。OK，还有谁？stay home 啊，所以这专家已经讲了，不用等 MCO，最好开始自己啊，开始这个 Doctor Hanafiya Bashirun 哦，就讲not wait for MCO 啦，最好自己开始，不要出去了啦，stay home 啦，不要出去，四周围走，在家。
留在家了啊。OK，SP 是跌，SP 是跌啊，要投资去啊这个医疗啊医疗咯，所以他要做这个 ambulatory care center 啦，要做一个 care center 了。这个嘞，华语不知道叫什么，看他会翻译没有。日间护理中 OK，心。日间和护理中心啦，看一下对他的狗有没有什么影响啦啊。SP 是第二季的，我们捞了很多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冲到底，我们玩冲到底，买冲到底，卖冲到底，记得哦。我们这边捞了整30%-40%哦，最顶期的50%，我们捞到差不多这边30%-40%啊，有30%-40%，这个很不错了啊，SP 是第二，现在等它反弹。现在慢慢的横盘，如果它突破1.3，回去通道里面可以试试啊，也许然后因为这个 SP 第二是 OK 的啊，它不是这些是基本面的公司啊，基本面的公司啊，看1.59。P-METER 继续飞啊，P-METER 先 hit all time high 啊，创了最高峰啊，说、so、Bloomberg 啊，Bloomberg 这个有给Bloomberg 新闻有给7.6。Bicor Nomura 跟 RHB 给8.3跟8.5啦，说我们看一看 P-METER，说现在行情蛮好了，说我们现在 set 了这，我讲今年哦，今年一到2022年，我要开始放那个放很多 alarm 去抓这些飞天股了，说终于我们抓到几个了，我们抓到几个 P-METER 是其中一个，OK，P-METER 我们也抓到这个飞天股了啊。可以从这边开始，现在已经冲了20%啊，冲了20%上去，好，so 我们看目标，OK，它继续上，我们继续收，S 洪亮变7.25，Bloomberg 7.6，诺穆拉8.3，RHB 8.5，我看来还能飞哦，so 继续冲啊，红蜡烛没有红蜡烛来继续冲，红蜡烛大过青蜡烛，或者你套利了先，或者你套利一半先，然后跌下来再反弹，我们再加码了啊。觉得他还能上啊，不要套利一部分人，他冲到顶，他差不多了，差不多没有气的了啊，没有气了就红蜡烛就来的了，红蜡烛来或者很多红蜡烛或者红蜡烛大的红蜡烛轻过多大过红蜡烛啊，红蜡烛青蜡烛大，红蜡烛大过青蜡烛，你就要啊套利一部分人啊，或者套利人啊，还要调整人啊，OK，洪亮斌呢还是对这个 DNEX 很乐观啊，他讲他有啊。两个合约了，还有2个合约的机会了，拿到2个合约的机会了哦。所以呢，他有给 TP 是1.35哦，他还是给 Buy Call 1.35啊。所以我们看一看 D 呢。D next，OK，D next 继续飞，继续守了啊。D next 啊，D next 可能也是跟这个一样啊，跟这个谁啊，P-METER 一样哦，它冲上来，它要掉下来了，肯定你套利一点先，掉下来再反弹再加码哦，慢慢的往就上，说洪亮斌给1.35了啊，就这个看来蛮强，暂时还是蛮强的啊，暂时守住先啊，看有没有大的红蜡烛来，有大红蜡烛要小心了。Maybank 给后 call 不了啊，这个 TNB 啊，觉得不是对 TNB 不是很乐观啊。他给TNB 呢，他给9.6啊，TP 9.6，我看一看啊，9.6是没有什么空间玩了啊，9.6这边从这边现在上去9.64%不了啊，不上面还有洪亮斌 RHB 给11.5，洪亮斌给12.5，这些可能要调了啊，咦，看来他的动力不大吧，他这边有什么？有背离哦，看哦，看一看这边有背离哦，可能有机会它要反弹了啊。OK，so 突破有背离，so 突破9.6可能有机会啊。你要守，如果你要玩这个突破9.6，可能可以捞一点，开始捞就上了啊。But 那边才给9.6罢了啊，要小心啊。OK，Asia，so Asia 呢，它要 reorganization 啊，它要 reorganize 啊，它要宣布星期五啊，正式啊，星期五哦，要重组了啊。So that's why 他这前几天有上一轮啊，因为他有东西有新闻出来，要有新闻啊。现在星期五明天啊，So 他现在叫 Capital A 了啦。So 我们进去看 Capital A 啊，他一改了名，他的图换了，我画的全部东西就没有了啦啊，要重新画过，重新画过。So 现在画了一点啊，So Capital A 他能守在0.69，可以试试
突破0.78可以加吗？看0.9先啊，因为 PN 17啦，你不，你很难，它会飞天呐、啊，很难的吧？很可能很难讲马来西亚 PN 17的公司才会飞天呢、啊。Asia 17啊，sorry 啊，COVID 今天是9009了啦啊，说、要小心了啊。Sensoft 是 Sensoft，它卖了，它在5个 million 啊，它的 DNet 的 DNet 的 share 啊。我看一看哦，Sensoft 有什么发展啊？看下它那图的图，看出来没有东西啦，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力啊，没有什么冲力啊。OK，今天要看谁啊？早盘我有讲啊，早盘记得要看啊。Stadia 我有讲，Sam 我有讲，FBI 看早盘啊，PMB Tech 有讲啊，UWCJF Tech DNO SEB 啊，Sam Plantation Me 这些啊，都看早盘了啊，我也不要重复了。现在我要讲，今天我要看一看，我们要看一看什么？看一看中资股，OK，Sam Plantation，Sam Plantation 啊，继续涨啊！早上我已经讲，它会继续涨。RSI 突破50，我们最重要现在看4块钱，它能突破4块钱，你继续收，可能还有机会上；它不能突破4块钱，你就可能要逃了啊，可能会跌回下来。我暂时收住，看怎么样先啊。还有这个马当不能啊，马当肥啊。TH Plan 也是啊，TH Plan 这边。开始通道底反弹了、啊，看到啊，通道底反弹突破50，说现在慢慢的涨，看这个第一个目标，看0.77，看0.77跟0.84，看它能突破0.7没有？突破0.7，你看0.77跟0.87啊，把杜高湾继续飞，把杜高湾呢飞到太快了，这个追也追不到。如果你追到的话呢，你就继续收。如果有你看到有大的红蜡烛，可能就要逃了啊。OK 也是。KLK 呢？我们讲这边啊，这边啊，21可以捞了啊，收21它突破了，继续收。看阿芬22突破，看23个南哥也突破，看25红龙 bank 啊，这个是最终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通道顶啊，这个喇叭形的顶啊，不是很好啦，喇叭形，把它还能涨啊。他跑完了，他就跌下来了，好像美国那个 SOS，上次我们看那个 SOS，他是跑完了，这个喇叭做完了，他就跌下来，还有谁？IOI 可以捞一点点了，把它不强哦，它不好像刚才那几个这样，Arsabit 没有东西，跟定 P 没有，B Plan 没有，哦，B Plan 继续冲哦，哦，B Plan 可以啊哈，哦就。B 盘做了这个head and shoulder 冲上来了啦，收0.8啦，它的终于我画的目标要到了啦。哦，没有看到，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这个，哈哈呀，他做了一个什么啊？做了一个头柄肩啊，调转的头柄肩啊，收看来哦，看来到目标了啦啊，我的0.83差不多到这边了啦啊，收分分钟你可以套利了啦啊，OK，B、okay, plan。答案也是继续上，OK，继续上啊，这个也是到目标了啊，从这边啊，那天我讲从这边开始啊，啊，突破这边可以收啊，如果没有跌破就继续收，现在啊到目标了啊，到目标了，3.7到目标了啊，金论继续上，18这个比较难玩啊，金论继续上啊，金论也是到目差不多啊，金论也是到目标了啊，这边反弹这个啊，这个压力在这边，哦，差不多也是分分钟也是可以套利了啊，金论。5027 TSS 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没有。JDASA 做了一个好像有一个头柄肩啊，看来它可能也要飞了，把它已经跌破了这个哦，把这个没有讲好了啊。OK，没有这样好。OK，所以今天讲这么多先啦。OK，market 是蛮好啦，所以今天可以睡觉了啦，可以很好睡了啦。market 啊，睡觉都舒服一点啦，全部冲就上了。OK，我们明天再见，小心 COVID 啊，拜拜。